Thank you.
在这种地方就很想做一块木板滑下去，应该可以滑得了，虽然会死就是了。まだ死にたくないな。前面好像就是公园里的，看样子是我多早下了一站吧，有点尴尬。不过这一路程还是挺好看的，值得走一下吗？没有值得不值得的。
不知道全程会走多久，地图说是45分钟，走到那个标有公园中间点的位置，但我不知道佛在哪里，可能在中间，还是就进去一点点就是。那一千多。好爽。Snow耳朵。开开去。哦，还要在前面哦。啊，不对不对不对，是这里。可恶。左转，我怎么没有看到有那个入口呀？马斯蒂欧，科恩加，还有哪里吗？嗯，待久了。啊，一个人感觉真好，自由自在。虽然我没有去过北欧，但是这在印象中就像北欧的样子。不过北欧应该没有那么多山哦，树也不是这样。哇，还要过桥的哦，难怪从这里走要40多分钟，我操！划走不可，还行。让我看一下，预估还剩下30分钟走到公园。看样子我完全是走错路，这里是滑雪场。不过时间够，就走一走吧。然后好像是森林美术馆，还有一些工坊也在那儿，算是一块，算是一块那个吧，艺术点，一个园区。不过在森林中就很难得。然后刚才有一个跟我一起坐车的，他是就直接坐到那边去了，然后我也是半途才发现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可能回去早一点落车下车的话，可以半途下去看一下那个美术馆之类，好像也是要走点路的。努力吧。啊，果然106可以到这里呢。太天哪，9:17:93，准时整点吧，这是。到时候再说吧。我走的都有点热了。哦，下面是滑雪场的意思吗？下面好棒啊！哇，哇，下面真的好棒哦！哇，那么大雪喽！
でもね、なんだか、どうやってやるか。难道我来错地方了吗？没有啊。啥指令啊？我嘞。是我最多。全世界。只能瓦鲁多，在瓦鲁多。就是说我还是要接着走吧，沿着这条路再走半小时就可以到那个地方。看着我是完全走错了，哎，那一刻多。这个中文叫龙野雪世见家庭格兰德什么东西卡族古霍兰多古兰多买那边虽然可以下去，但是也没有特别想下去。拍照片了。走，接着走。踩雪好累呀、啊！那么厚的雪，没带脚架，不然倒是可以拍一张照片，自拍。GoPro 放在地上也可以拍啊，但是不太方便。要不是三辆车吧，搭个便车上去，这走怕是得累死喽。哎呦！这里下去啊？这里确定是楼梯吗？这里真的不是滑滑梯吗？哦，这里不能走啊！笑死了，这地方怎么走嘛？真是。哎呦，好热哦！把它热死了。不会还要往上吧？这山也快到顶了，差不多该往下了吧？总之，我现在是沿着车道在走。不出意外，绝对30分钟，走30分钟哦。哎呀，脱衣服，脱衣服，晃一下，晃一下。
又是另一个徒步，看着回去不用走那个森林了，直接回去就行了，累死了。到那边再要走回来做这个根本不太现实。到头了，下面应该是下坡了，所以我翻了一座山，等于哦，106这边也走啊，哇，啪啪打脸，完了。这么说，我至少还可以坐好几站，因为我刚刚戴着耳机，可能没有听到那个，他好像有说那个广播里面说坐到哪一站离公园更近，什么意思？这个好像，但是我戴着耳机，刚刚根本没听到。地图误导我啊！我靠！天哪！看样子东口是 OK 的吗？坐106一定不要坐到那个，要遵循那个别人说的，小红书上之类说的那种，坐到那个某个口应该是 OK 的，不要相信地图，我靠，这个真的是爆炸。我哆里嗦哆。大型巴士入口哦，所以这里就是停车场。Campus，Campus吧。然后怎么走？哦，也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没得选择。看一下地图。接着走哟，这还是上坡的路，哎，好像我走的依然不轻松。看样子是山顶这一块的路吧。所以北海道旅游真的是有车太方便了，租车会好很多，尤其是在登别、士兰。洞爷湖，包括二世谷啊，这些都会好很多。然后还有东边的巨川和哪里，反正那几个景点吧，美瑛之类的。对，小樽也是，反正开车会好很多。三个人、四个人开车吧，好像。我是没有考原付，不然。但是我也用不到，就只有北海道来旅游的时候用得到而已，所以就算了吧，差不多也该结束了。
已经走了30分钟了。日本的粉雪踩的真的是很舒服。基本4:30天就太阳就下山了，就到4:30为止。这种地方就没有什么太多人来，我不知道公园里可能人会多一点吧，稍微像刚才那个 Stone World 就没有人，根本没有人，就一对一家人在那边玩而已。那么大一个公园也算公园吧，对。还蛮适合打雪仗的那个地方，非常适合。哇，这个好滑呀，要靠边走了。怎么又在上山呀？我操 ！Oh my god！ 等于说我阔别2年以后又在B 站上传视频了吧，应该会，哼，太有意思。去地狱谷的时候没有拍，去韩馆的时候也没有拍，都没有拍，反而是在这种地方突然拿出 GoPro 录东西，还蛮神奇的。本来也没想拍的，但是一个人走太孤独了，还是讲讲话比较好。此情此景，就感觉还蛮适合这种。来的巴士上感觉也很舒服，到最后竟然都没有人，然后都是雪啊和阳光的交织。然后我现在耳机里一直在听泽野弘之的歌。所以好像还蛮应景的，也不知道为何，其实也没有那么应景了，但是在节奏旋律上感觉还是蛮符合我现在状态，所以 BGM 我到时候还是放在这个视频里面吧，作为背景音，让大家身临 其境那种深有感触的感觉。废话太多了，所以我已经现在半山腰吗？山顶吗？山顶差不多已经在顶上了吧？真的爬了一座山，小山，车开上来很多了，不然真的要走死。上司还没有牌照，地图说还有19分钟的样子，走到就是3点多，结束4点钟往回坐，刚刚好，差不多。晚上吃螃蟹，看看 GoPro 7的稳定到底 O 不 OK 哦。那边的树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好像是个巢还是什么。
啊，脱了羽绒服都那么热，真的好热，干。GoPro 的焦距是多少？20吗？22吗？24吗？人眼的焦距35到40吧，应该。镜头很多都说50是最贴近人眼的，然后又跳出来35说35最贴近人眼，然后又有40说，那为什么不是40呢？取个中间值。就其实好像说是35到40才是最贴近人眼的镜头焦距，不是50，就这也算是个误区吧。但是50很好用就是了。啊，有人和我一样走过来，哦，感动死他。好感动，好感动，真的有人像我这么走吗？他们接下去一直下坡，其实还蛮方便。就是这粉雪超粉的，所以在日本滑雪真的很爽，因为摔不疼，也不是摔不疼，就是相对来说，然后一下就化。打雪仗用这种雪应该正好。慢射型攻击，丢啊！公园事务所。所以这是公园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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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Camp 吧，他妈谁会在这里搭帐篷吗？哦，这条路是往那边走出去，应该我们要往前面走才对。冬天是没有人会在这里搭帐篷的吗？我靠！什么情况吗？真的是。背阴面就开始有风，然后冷，吹到还是有点冷。松树果然是常青啊。很适合当圣诞树，这个形状，砍一棵回去。哈哈。这可以走还是不可以走啊？看不见。哦，只能走是吧？干！我都想滑回去了，真的给我块木板就这么滑回去了。我背后在车站的时候买了瓶饮料，热的，然后到现在还是热的，还可以哦。Gelände など、おご利用お客様、こちらを取りください。車。好吧，好吧，好吧。残疾人用，这是什么啊？残疾人轮椅停车场还可以。走了。
好漂亮，主要我现在戴着墨镜了，然后那个就像 ND 镜一样，大概 ND2 吧那种感觉，减了2度，然后光又有点，我的墨镜片有点墨绿色嘛，然后光就偏蓝一点的感觉，整个色温应该变得低高，变高了，白平衡变低了，然后看起来就会比较蓝一点，还蛮好看的。缆车滑雪场，哇，什么情况，-3.1度现在是，哎咻哎咻，过个离腹多给，哦，这里冰有点，雪有点硬，10，哇哇，靠，我一脚都踩到底，看一下，根本看不出来哟，只有个缆车的样子。这里的雪就很湿，然后呢，有个地图看一下，啊，所以这才是门是吧？干，那我走了那么多路到底为了什么？雪橇滑雪真的有，虾子滑雪场现在被封了，加上是不能用的意思，缆车的售票处，步行滑雪还行，所以这是滑雪场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一个滑雪场里面，啊，所以佛好像在这边，好像也不是哦。看一下，我靠，干，完了。他说还有9分钟，往里边走9分钟，没有走错吧？但这里面应该走不了什么。看一下，ちょっと待ってな。什么字啊，不认识哦。回去108，难道我坐远了，我坐420元，我操，他说只要250元就够了，我靠，干，这他妈到底是哪里有，我觉得我怕是走错了吧。我觉得我好像根本就走错了地方，再看看有没有别的说法。真菌类龙野陵园里面，哦，龙野陵园啊 ，Oh shit， 那我刚才坐过了，在墓地那边。Oh shit. 哼，所以我白白走了那么长路。天哪 ！Oh my god， 走6分钟。
到六分钟，再回103坐三站。Oh shit！ 暂时录到这里吧，等到另一边我再给你们看，好尴尬。